声音蛮好。我们准备迎接秋天。哇、wow, 鸡蛋羹好吃吗？喝完了。Oh my. Hello. 我想玩手机。啊。你要玩妈妈的手机吗？谁同意？我就玩30分钟。What？ 你可以玩5分钟，可以吗？好。我要拍照片了，一会儿再玩会儿游戏。都吃完了，太牛了！大家看你厉害不厉害？对。哇，吃的真干净啊！是不是？再喂一口吧，啊！再喂一口吧，啊！真好。那你看这是啥玩意儿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啥玩意儿？蛋炒饭。蛋炒饭。可以。吃点鸡蛋吧。那啥玩意儿？索菲亚老师教我们中文吧。对，梨鱼烧炒，一岁，一枯柔，野火，烧不尽，春风，春影生，对了，春影生，初年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应少。真要么少，挺好的。好不好吃？因为你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妈妈就吃西瓜。对。所以你就爱吃西瓜，妈妈吃很多西瓜。给妈妈说，我好开心呀。Sophia， 我们很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奶奶有她加拿大的卡。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毛毛狗，这个叫毛毛，我不可以救啊！爱你，还要拍照片，爱你哟，爱你，好 ，love you， 哇哇哇！我们都很高兴，因为婆婆有她的加拿大的卡，她新的卡。我觉得很长的时间有那个卡，我们等差不多6月，所以我们回来加拿大的时候，我们先去美国，去西雅图，因为婆婆不可以坐飞机到了加拿大，所以我们坐飞机到了西雅图，开车到了加拿大。所以现在他有那个加拿大的卡，我们去中国还是别的国家，可以回来加拿大。我们去孩子的地方，在 Granville Island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！你觉得什么 ？Beautiful，beautiful， 对。你唱歌，你妈唱歌。有唱 beautiful， 有唱 beautiful。哇！在工作的。有唱 beautiful。你又来给我逗我。这里好漂亮，对，我和曾磊曾来也时间很短。
来，索菲亚，你跟奶奶在这儿，让爸爸给我们拍照。来，你跟爸爸拍一张，来。爸爸，坐坐。好，我们准备吃火锅。你们喜欢吃火锅吗？火锅最好吃吗？对，我觉得我们做的火锅非常好吃。对，对，有的时候比外边买的还好吃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很新鲜的食材。对。然后我们都是能吃辣的。对，我们的东西很丰富。对，家里吃很自在，很舒服。婆婆拍最好的照片。妈妈，你看，我这儿的一个火锅，这是我们的火锅吧 ？Yeah。你看我这儿的火锅。我去，太牛了！我这儿的一个，奶奶，我这儿的一个火锅，你看啊，好香啊，就是。我很喜欢辣椒的味道，非常好吃。这个是清汤火锅，罗庄这个是清油火锅哈，清油的。清油的。清汤火锅非常好吃。嗯。是海底捞的吗？是海底捞。对，是海底捞。海底捞。Sophia， 你吃辣的火锅吗？对呀，我在给你们拍照呢。哦。好。我们经常吃火锅会变辣你可以吃辣的吗？不会，你刚刚吃鸡的羹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十五岁，你可以吃辣的吗？对。好，非常好。火锅是我最喜欢的菜，非常好吃。我们在杭州，他们有非常好吃的火锅，非常辣。我找了一个火锅。对。非常美味，对，火锅最好吃了。我们都一家人都很喜欢吃辣的。你看，也中国有中国有不一样的菜。对对，有些蔬菜在这边买不到。但是呢，加拿大还不错，基本上都可以买到很多我们需要的。我们很想念中国，中国菜。还有肉夹馍，走，我们去中国。哦，肉夹馍我非常很想。哎呀，我们准备迎接秋天。